鲨鱼有多凶残不必多言，他们性情凶猛，被人捉住也从不屈服，甚至还反咬向男子的肩膀，这可把他给疼坏了。小时候的鲨鱼就表现出这么强的攻击性，更不用说大白鲨了。他们对血液非常敏感，几百米开外只要有血腥味儿，他们就会闻讯赶来。这名小哥不信邪，做出实验，将海鱼打成肉泥放到海里吸引鲨鱼，结果实验刚开始就有几条鲨鱼围了上来。或许是受血腥味儿的吸引，鲨鱼疯狂撞击着船只，如果和他们近距离接触又会是什么感觉呢？这名女子不仅自己尝试，还把自家孩子带来了，驾船来到鲨鱼出没的海域，将铁笼沉入水下，有了这层铁笼的保护，或许就能免受鲨鱼的伤害了吧。女子带着5岁的孩子钻进铁笼后，靠食物把鲨鱼引诱过来，近距离和5米多长的大白鲨接触，小宝宝内心按耐不住的好奇，但能够分辨危险的成年人却被这一幕吓得不轻。不得不说，这老外实在是太心大了，也就是他们敢这么玩，万一鲨鱼撞向铁笼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